你有病吧？你们谁欺负的粉红吗？你还敢替他来出头？你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！那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活该。包老女，想干嘛呀？你们俩出来跟我单挑。神经病！不敢了。我是怕把你打伤了，我赔不起。你送上门来挨揍，你可真是个浪女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 我说你是个浪，没事吧？火狼女，你敢到男生宿舍撒野，看我不揍你！住手！火狼女，你够了！一群欺软怕硬的怂包。 小迪，别打了！要不要上去帮忙？大家会影响精神力会混沌的，太不讲义气了！哎，你去干嘛去了？只会更乱！你别去了！哎，你别去了！干嘛？干嘛打人？干嘛打人？别打！ 最讨厌打女人的男人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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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既然今天打得痛快，那就把你们男生公寓全部铲平。我狼女，我一直给你留着面子，你也不知好歹。 谁呢？你哄谁呢？就算那妖女来了，我也照样打。真来了。